又翘班了啊，上班哪有你重要啊。啊行好，跟你送外卖感觉挺有意思的。是吗？嗯，今天这个，这不是给我买的？不是啊，顾客呢？谁给我买的呢？老奇葩了，我店就在那边啊，他给旁边那口他就点个外卖。100米啊，这有100米没到吗？嗯呐，有钱没地方花呀。你送去啊，你体验一下吧，你看看有钱人是怎么挥霍的。那你干啥去啊？我取车去吧，正好那边上。行，那你赶紧的，我跟那口上面等你。你去吧。啊，人搁哪儿？就那口吧。就那口。行，那等我吧。嗯，快去吧，我等你。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谁呀？我对象啊。你谁呀？不是你跟我还了，你找的饿了么跑腿儿。你前男友？不是，那外卖员咋的了？人以前跑马拉松的，人也靠自己实力挣钱呢。就撩腿绿，就是跑。不是说啥呢？这我也不听不懂，我感觉他不太正常。我不知道啊。你赶紧喝吧。不是，你这不是有病他。啥情况？你前男友啊？啥人呢？不知道，就像地痞流氓似的。说跑马拉松，不知道他跑啥。神经病，笑死。